大家好，很多网友说真正的实战猎犬长什么样子，网友的要求我们尽量满足。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真正的实战猎犬都是在大山里面跟野兽拼杀，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战将，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猛犬。具体它长什么样子呢？走，我们出发去看一看。这些都是经过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顶级土猎犬，跟大家想象中的外观是不是差距很大呢？大家想象中对抗野猪的猛犬是不是应该身宽体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体型太过于庞大的狗在山上是跑不动的，体力是非常差的。猎人最喜欢用的就是这种土猎犬，最理想的就是中华田园犬搭配比特犬的后代。这种狗性格很凶猛，身体比较瘦，比较适合南方的山地作战。可以看到这只黑色的狗带伊丽莎白项圈的，前几天受了重伤，它主人花了几千块治疗费给它治疗了一下，现在基本上快痊愈了。谢谢收看本期视频，我是狗语者老汤，欢迎关注我们频道。